解解闷。 这时候就少说两句吧。 打铁的技艺是跟博物学会的先生。这几天夜里啊都不敢睡，生怕睡了。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里吧。
官府不是说了吗？正晚有凶猛。那位马大夫说话的口音真怪啊。师妹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不声不响，一走三四天。三四天，有那么久吗？难怪醒过来以后觉得好饿。对不起啊，师兄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 本以为只是闲逛一会儿，结果发生了好多事。人平安就好，晚点你和我细说。如今有个男伴的事，城里的一些人莫名昏睡，葛先生也成了那样。葛先生，跟我来，也带我们去瞧瞧吧。这两位是？他们是新宫陈一社的门人，这回帮了大忙，据说是因为预感到将有大灾才下山的。那就一起去好了。袁天是呢？谁？ 新鲜带果，脆的面的都有，不甜不要钱。我们已经离开了客栈，一开始担心这是什么病，就去找大夫，只是大夫也无计可施。眼下昏睡的本地人都在家中由家人照料，外乡人则暂居医馆。开封版画，烟铃香粉，瞧一瞧，看一看。 镇上有不少人都得了这一睡不起的怪病，这病该不会是瘟疫吧？夏姑娘也睡过去了，哎，也许今晚睡一下。我兄弟受伤，昏睡一天一夜了，该不会是染上怪病了吧？ 先前就睡得比平日里多了，只怪我太大意。他的精神被封闭在了梦中。封闭？我刚才看过医馆里其他两个人，也是一样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帮他们？这些人恐怕无法感应灵力，很难从外界直接唤醒。即使有办法，精神也难免受损。最好是能在梦境中找到他们，再行应变。 倘若一直不醒会如何？寻常人的话，精神会逐渐枯竭，
肉体也将随之死去。难道不是身体先撑不住吗？以常理看的确如此，但是能够困住人的梦境本就不同寻常。杨平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吗？没有啊，莫非和那墓里跑出来的怪物有关？可怪物伤人又不是这样。还有，近几日湖面上的黑莲忽然增多了不少，是否湖中有我们不知道的变化？星坠雨也，不祥之兆，难道就印在这儿了？黑莲，北洛，你们瞧，我身上带了好些朵这种莲花，当初在湖边想着多拿点回去研究，我们几个在古鼎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会不会和这个有关？这些莲花有点不同了，相比在墓里见到时透出的力量变得强大，而且数目多起来之后越发明显，我能感觉到是某种会影响精神和意识的力量，眼前之事多半与它有关。真的？那马上去把附近的黑莲都毁掉。没那么简单，这些花朵必须用法术才能毁去，寻常方法无用。而且对于已经陷入梦境的人来说，即便毁去，他们也未必醒来。是不是就像一个迷阵？即使入口已经不在了，也只是让外面的人进不去，但里面的人还是出不来。对，先前在墓里不是捡到过一个莲子一样的玩意儿，也和这黑莲有关。主人，这是胖田鼠，还会说话。嘿，主人，我以为你把我丢下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，每天都盼着你回来。行了，医馆之内不要喧哗。你之前捡到的莲子呢？还留着吗？这个，这颗种子已经坏死了，里面有个空间，或许可以进去瞧瞧。空间？这么小的一颗莲子里也会有空间？怎么不能有？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这件事就交给我和云无月吧，你需要休息恢复体力。哦，那就兵分两路，我和师弟先去湖边探查一下，不行的话再下水看看。你那什么眼神啊，大哥？我好歹也是新宫沉音社的下任掌门，3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正经事上绝不含糊。走了走了，等我消息。竟然这样和主人说话，哼，你差得远呢。没想到这趟出门发生了这么多事，几天就像过了几个月一样。主人，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睡懒觉了。我打算传书给博物学会其他人，看看有没有谁知道这种黑色的莲花究竟是什么。不过既然连葛先生都说没见过，怕是难了。
我兄弟受伤，昏睡一天一夜了，该不会是染上……四姑这一睡，好几天没吃东西。唉，这年头，爹爹什么时候才回来呀？快了。应该就在这几日。那姑娘的木工手艺真是不错。这两天。有东西靠近。此地灵力充沛，方才那种应当不少。来就来，反正到哪儿都没个太平。雾越来越淡了，和被打跑的那些有关。这里原本充满了混沌之力，那些灵是纯粹的力量聚合之物，能够随意变换。他们和你战斗，就会被你身上辟邪的力量影响，之后多半要变成其他模样了。
雾全都散了。你不觉得和梦里的阳平有点像吗？但那个阳平的雾不足以凝聚成灵，梦境里一定还有其他变化。可惜这儿没什么线索了，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，种子坏死，力量也不会再往外扩散。这颗种子的灵力介于虚实之间，或许正因为如此，黑莲才能影响梦境。你对梦很熟悉的样子。我族为眼，精神力远胜大多妖族，入乾陵境却非难事。那祭灵族真的跟你们有仇？虽然不知是何者所为，但仇恨做不得假。许多眼都会以人的精神为食，祭灵族自然也是果腹之物。因此辟邪王当年收留我，殊为不易。那你的同族，你们？眼幼时为眼兽，可长成者万中无一。成年后大多独居，少有往来，同有梦境力量，与祭灵族却属天渊之别。眼入梦，多数只为捕食，更有甚者是为折磨他人取乐。妖的能力，在妖族中都有共识吗？像辟邪这样的妖兽，即便是在族中，也几乎只存在于传说里，因为在常世极其罕见，一直都有传言说这一族已经灭绝了。那辟邪的力量又是怎么回事？你说我会让那些灵产生变化？辟邪之力，你不妨把它看作世上最刚烈的力量之一。王辟邪的血脉甚至会吞噬和转化一切与他不同的灵力。血脉中的杀性和贪欲吗？听起来就跟饕餮似的，和野兽也没什么两样了。我说的不对？换了你会怎么做？力量本身没有对错，无论强大还是弱小，操控它都必须出自于我的本心，不可为欲望所凌驾。我猜你就会这么说。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？你指什么？眼族之事。眼族是眼族，你是你。辟邪也可以吞吃很多妖魔吧？这种事难道自己能选？能选的只有吃谁和吃不吃罢了。就像你说的，必须出于本心。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意念去控制力量的去向。我曾经听过，对于完全觉醒的辟邪而言，哪怕是一滴血中所蕴含的灵力，都无法违背他们自身的意志。还真是霸道。也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回去吧。嗯。
我还指着老师多指点我几句。万一下次相识也不中，不，我得赶紧背书。你是不是会玩秦？戏啊，来一局。连送货的都不敢来镇上，这可真是。昨天有几个道士打着经过，看着很面生，不知是哪里的。镇上有不少人都得了这一睡不起的怪病。
背着剑来都是坏人，不能跟你玩。娘说。这样背着剑来都是坏人，不能跟你玩。大哥这一觉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了。这书有什么好念的，不如睡觉。先生病了，你们就这样。这下人到齐了。正说着呢，我跟师弟师妹们把湖面上能找到的黑莲都回去了，但是湖底的淤泥里还有一些莲子，再想办法挖出来。听说莲子过上几千年都还能发芽，也许是有什么原因让它们忽然生长了起来。莲子里的空间除了灵气没别的什么，大概是因为那些灵力介于虚实之间，才能影响到人的梦境。假如我们想要入梦去寻找做梦者的意识，那个空间或许还有用。什么用？若是没有特殊的方法，在梦中无法恢复体力与精神力。这颗种子的力量十分特别，以这种灵力去浸染我们平日里使用的物件或是吃食，先前的困扰就少了许多。有这么神奇？这样一来，我们带的东西、吃的点心，在梦里也一样能用了。只是一种灵力的附着和转化，不可能完全改变那些物品，不过聊胜于无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把想用的通通带到种子里吗？虽然可以，但只怕效力微弱。
最好是从空间里生出的东西。啊？听下来，难不成还得在那儿种地、做食物、缝衣服？有趣，有趣。别的先不说，单是种地，怕就等不及吧。不必太过担心，灵力充沛的特殊之地，白骨草木也会比其他地方长得快上许多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我们中间谁会做那些？本门弟子虽说也有劳作之客，可实在称不上擅长。学会里的确有些人研究颇多，但我和师妹……我会。我会种地、做吃的，也会缝衣服，让我试试吧，主人。天哪，现在的田鼠精都这么厉害？我才不是田鼠精。对对，他这种叫做黄金飞天鼠。先进那个空间看看再说。嗯。那能带我和师兄一块吗？我倒是也想去。不过我和师弟还得盯着挖莲子的事，这回就不凑热闹了，改天一定要见识见识。走了，去湖边，还得查查水域连通的地方。唉，以前总觉得到哪儿都有师弟师妹跟着，挺烦的，这回难得派上用场了。